最近有点害怕，我不想看到他们在假装，假装这一切都很正常，然后我就会知道，我自己也在假装我自己很正常。你为什么要拿我的东西？我要搬出去住。怎么把人家偷内衣裤的影像档寄给他？你们也太变态了吧！警告他一下不行啊！现在连你都还把我丢掉了。我生病让人家瞧不起，都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，为什么不能原谅我？不想玩了。你怕什么啊你？你们犯法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胆小的人最贱。说都是我的问题哦，就跟你没有关系，我要怎么原谅你？他们感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，爸，做什么？你们都有病，你们都有病，你们都有病，我没有病。为什么你们什么事都可以重来？